怕货比货，就怕不识货。我们看了民进党37年来，从清廉、勤政、爱乡土的民进党，变为贪污腐败、爱金钱的民进党。民进党全面的贪污、结构性的贪污、不要脸的贪污，我们人民把票投给民进党，一张一张选票投下去，变成他们贪污的钞票，每一张选票都变成他们的钞票。我们一定要改造民进党，让他重新检讨为什么失去了理想，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，为什么跟金钱站在一起。先让我们的黄国瑜全市长，谢谢，谢谢各位人武大寮林园交警所有的乡亲，大家早安，大哥。今天女主角我们陈若翠立法委员候选人，以及我们男主角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侯市长，我们柯志恩吴委员黄竹伟，还有各位在座所有的议员代表、里长、各位社团负责人、新闻界各位好朋友，好久不见，大家好，谢谢大家过来人物哦，看了若翠哦，心里面非常激动，也很感动。看了我们若翠，爸爸是劳工，一个辛苦的工人，把家里面所有的小朋友呢，一个个拉拔长大。若翠没有背景，没有澳元，没有任何支持，就是靠自己一己的力量，从里长做到议员，啊，竟敢来我们大仁武地区参选立法委员，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对我来讲，我当高雄市长，这里的选区的立委叫林义华，林代华，我们讲这个台北市副市长林代华立法委员，林先生都一门讲才，也是虔诚佛教徒，也是很优质的立法委员，要讲良心话。但是我们若翠呢也很棒，现在这一次的仁武地区的选举呢非常的奥妙，两位女士都没有结婚，一个漂亮，一个美丽，都很勤劳，所以林代化呢也是很认真怕表，我们若翠呢也是脚踏实地，所以这次大仁武地区的选举啊非常激烈，两个都很优秀，但是有一个基本点不高，特别要跟我们所有仁武乡亲的报告，林代化跟陈若翠之间最重要的基本点是什么？林代化虽然是民进党的立委，很认真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现状。讲白听，现在民进党高雄所有的立委都民进党了，但是这么多年，我们看了民进党37年来，从清廉、勤政、爱乡土的民进党，变为贪污腐败、爱金钱的民进党，很多民进党支持者呢非常难过。我们看着民进党长大，跟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一步一步把他拉拔长大，希望民进党带给台湾人民幸福跟快乐，但是对不起，37年前的民进党已经不见了。那个时候我在立法委员，我跟柯建铭啊同班同学，同一天进立法院，还有我们黄昭顺委员，但是那个时候让我们羡慕跟尊敬的民进党的立委都不见了。我举几个例子，30多年前，民进党的立委，宜兰的陈定南，台北县的卢修一，宜兰县的黄黄雄，云林的朱高正，台南的陈水扁，你台北算了，你台南哪？每一个立法委员都会发光发热，我都觉得我是国民党立委很惭愧，比不上他们呢，他们怎么这么优秀？这么认真，这么有理想，大家都是立委，北北都立委，为什么我们比不上人家？就是比不上人家。我这人很谦虚，别人的优点一定承认，就像我承认林代化一样，也是很认真。但是那个遥远的有理想的民进党离我们越来越遥远，我们人民把票投给民进党，一张一张选票投下去，变成他们贪污的钞票，每一张选票都变成他们的钞票，他们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。所以林代化再优秀，他没有办法改变现状。
民进党全面的贪污，结构性的贪污，不要脸的贪污，林黛华没有办法改变。所以这一次人武相亲，要改变台湾的命运，要改变台湾民主的素质，要给人民真正脚踏实地谋求福利，要拜托大家给陈若萃一个机会，让陈若萃代表人武地区，也就代表国民党站在立法院，大家比比看，不怕货比货，就怕不识货。回去看看呀，一个劳工的女儿，婚姻观的怎么样？来到高雄打拼几十年，认真努力，永远笑眯眯，勤劳，贴近人民，给她一个机会。我想这是对人武区呀、所有的乡亲许多再一次的拜托，我们一定要改造民进党，让他重新检讨为什么失去了理想，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，为什么跟金钱站在一起。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，来西当只有这一次机会，就是投票。亲爱的人物乡亲，交钱呢，大寮哎，林园呢，改变这个地区，给中华民国一个机会，给台湾一个机会，给高雄一个机会，给大人武区一个机会，全力支持陈若萃，好不好？好。侯友宜总统的优点，让他自己讲，我就不再讲。我赶下一站。我们大家全力支持，好不好？大家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韩市长，有没有？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